板桥真主地主，有甲厝顾好，那请上您放心。拢总有2500块的真主地主伫板桥。在这边跟各位报告一个好消息哈，英国广播公司今年度全球百大女性哈评比出，我们上海是全球100位对世界有影响力、有鼓舞人心的女性。我们感恩上人能领导我们，我们非常义有荣焉，感恩上人。其实，恭喜慈济人，这拢是慈济人做的哦，哈！我实在是受之有愧，归功大家所有哈。其实呢，慈济是现在啦。人间的一波，人间的大总经，这人间的大总经呢，就是人行出来的路。一个人无法度开一条大路，要用真多的人、甲力量、甲活起来，才有法度这个路开大。路开大，上重要就是爱行得真远，这就是爱代代相传。开路的人是即马恁伫遮坐，还有全球慈济人，他们在任何一个国家也是伫咧开路，开慈济路。国外我唔捌去，国外有慈济，可见啊，事在人为。我人无去遐，因呢是发一个心，我真正是真感恩啊，感恩咱当时慈济从台湾发下。咱粒粒种子铺伫地上，那地上的种子呢，拢是一丛一丛的大树。看看恁，都落花园啦，家某家啊囝啦，安尼直直传去哦。这是吼，看咱几十年来，大家人，他培养出了偌多的花园。一看入来成微观，这一修一修啦，一直传。每次我看到上人拖着老命，还为众生说法，拖着老命还要拖我们慈济这一台大白牛车，我每次看到我都很感动，内心非常非常的感动。如果我能够列尽绵薄之力，能够让上人减轻一点点的负担，让上人能够感觉到轻松一点点，哪怕是一分一毫，我也会很开心。我已经快接近70了，所以我把握我人生的最后的一个因缘来承接这个窗口，让生命更有价值。谨记上人殷切劝勉说：“干部只有职责，没有职权。付出不是拥有，承担是为了树立中文的典范。诚实上人开示，成就人才就是大布施。社区菩萨要大刀生。佛法经啊，佛陀都安尼讲，团50人，团50人。我讲吼。”不是50人，经典是写50人。我讲，不是50人，是爱50代，是一代一代传。50代，50代呢，还有无数的50代。你看讲吼，师父即马安尼年龄，即马少年的啦。开始来修行的，上少年的是20多岁呢，20多岁即回我出来修行，那我就会想讲吼，
像你这样早成熟，早成熟，当然啦、啊，这都是过去生啦、啊，咱已经是结成了这么正亲的缘。因为家己厝内真艰苦嘛，在困苦的当中，我到处都是去求神啦、拜佛啦。在民国73年的时阵，迄阵上林内伫迄个吉林路咧讲读书经，啊，我嘛甲阮查囝吼，甲阮师兄，阮着嘛真认真哦，啊，着去听上林开始，练到每天早上6点，复兴广播电台的慈济世界上人开始，每天听，每天听，就这样，我渐渐的法入心了，我就知影讲啊，这条路要安怎行，因为真的是有法才有办法。终于我的心念转变，我终于也脱离了人生苦难的枷锁。那回顾这30几年来弟子承担皇事，这中间经历了921、赫伯台风、桃枝台风、纳莉台风、莫拉克、台南地震，还有近几年的那种花莲2018年2月6号的大地震啊，八仙城堡，以及社区的访视等等，也很感恩讲我迄个时阵会当做这样做。从伫吉林路师傅讲经开始呢，就来听经，看看已经是几年呀吼，也还是呢缘无断啦，愈来愈深啦，深入了咱组织的道路吼，这条路啦，所以希望大家啦，爱共同好好开，开好长长久久，代代世世，爱不断轮转个倒转来，轮转个倒转来，世世都是爱行在菩萨道啦。也师父真感恩讲吼，夫妻档，这种福慧啦，那会影响家庭。相信全家慈济人，还有呢，这全家慈济人的影响社会更大，因为家庭和睦啦，这种。家庭都是自制人，互相合法，互相勉励，这个家庭一定是都是真和睦，真祥和，这个家庭的团结啦，这是吼真可贵，您要记住，就是啊，这就是为咱的目标。不是只说向外度人，你要向外度人，要先服务咱的家庭。咱的家庭呢，这真正影响社会。社会呢，看到这种模范的家庭啦，也只是模范的人格。佛教要成啦，要成人格。人格若无成，佛格未成啊！所以，大家人要到个成佛的程度，都爱生生世世行的是菩萨道。我一个会员哦，阿家讲，师姐，你做师姐有啥物心得？我甲伊讲，有真大个好处。伊目睭天遮大对，伊讲，恁甲我问讲，啊，啥物好处？我甲伊讲，嘿，啊，就是吼，我因摆啊，甲即马无同款哦。因摆啊，我是吼，袂当互讲一句哦。我讲我是因年来做主持，个性才会改遮多吼。啊，这就是我的好处啊，我家庭变圆满啦。啊，即马唔是我咧发号施令，是阮师兄咧甲发起发道的。所以是菩萨道啦。习气那拢无完啦，习气那拢无完，这叫做优柔道。一个有老啦，一个伫咧老啦，即所以吼、哦，
万，要收到吼无量，真圆满。那咱的佛性，咱的良知、良言，这良知啦，来启发善言。所以讲吼，利己利人啦，安尼呢，那来度。常常师父拢讲吼，菩萨爱求生哦，人间菩萨都是爱度人。这呢，就是咱即马伫咧修佛法啦，这条路。所以讲起来，时间足长，咱才都爱把握吼。但是呢，人生无常，更搁较爱把握。即当阵的未来，即当阵的未来，咱吼拢爱很警惕。